Hello everybody, welcome to the channel. Man Mick here.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time to watch this video. ZT703-F 灯光高度调节视频教程。准备工具：十字坯。按视频方法拆下右包围面板。使用十字坯调节灯光高度，近光灯为顺时针调高，逆时针调低。 远光灯为顺时针调低，逆时针调高。注意，左右灯光需分开调节。灯光调节时需遮挡住另一侧再进行调节，最终两侧高度需调节至一致。最后将左右包围面板装回即可。